来吧，吃冰棍吧。哎，大头仔，来吃冰棍啊。等会儿冰棍到那儿，好不好？来，添一根啊。好好好。哥哥，干了。哎，大头仔，吃冰棍。啊，谢谢。学会了，学会了。我太难了。哎呀，猪猪你怎么了？哎，君君，你快过来！我让你给周总捉你刀，在你这做什么呀？哎哎，琳达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周总都吃吐了？不会呀，都是新鲜的呀。周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再给你重新做一份。不用了，我刚喝多了，吐里面。I don't care. You can put it anywhere.You gotta lick it before we kick it. We gotta get it soft and wet so we can kick it. Put it in. Oh. 周总又是榴莲，拿柚子干什么？这就是榴莲啊！你是不是当我傻呀？这怎么会是榴莲呢？中秋快到了，周总喜欢吃月饼，你是不是还得给我？周总，中秋快乐！哪有做这么大月饼的？你让周总怎么吃啊？还有吗？周总，这里还有。刚刚你来过，没有你来。我让你准备水果。你准备一些歪瓜裂枣，你让周总怎么吃啊？你这打电话还能帮我？玩玩蒙眼摸沙沙。领导的，有点淡了，淡了，是有点淡了，还是有点淡，怎么回事啊？今天你舌头是不是有问题呀？我活的还是的，淡淡。油干红我都胖了三个月了，怎么一点都没皱？周总是个运动小白，教一下他。周总，你把这个转起来就可以了。马卡巴卡巴卡巴卡，这运动量不行啊，你给弄个有氧运动嘛。成年人喜欢吹气球啊。
这个很简单的，能把球打过来就行。2 hours later. 哎呀，你怎么又容易上手的运动啊？那就试下七五派的智能跳绳吧。跳绳10分钟，消耗卡路里相当于跑步30分钟，游泳40分钟，运动小白也能轻松上手。周总都累成这样了，过度运动太危险了。不用怕，它会实时心率监测及语音播报，可以帮助用户实时了解运动强度，及时做出调整，避免身体运动超负。周总好像不太兴奋呢。嗯，明白。是。周总，上去跳吧。嗯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公司给大家安排了体检，在老地方。往年的体检就是要走过场，而且检查的都是普通项目，身体隐患还是不清楚。那哪里有更好的啊？领导，你看这个检测中心啊，它是6层独栋，大是挺大的，那每天接待人肯定也不少啊。这里每天接待不超过30人，还有专人陪同引导，不用自己跑上跑下，一级护都是有3甲背景，专业担当。还没吃早饭有点难受啊。你本来就饮食不规律，加上平时应酬酒水更伤胃，赶紧去做个胃部检查吧。我不去，又是喝东西又是全麻的。领导，这个是磁共胶囊胃镜，你只要吞下这个胶囊就能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检查了，里面有微型摄像头，可以在清醒的状态下看到胃部情况，明天它就随一起出来了。不错不错。哎，这里有什么高科技啊？这是我们的 PAN-CT， 一次性扫描就可以获得全身的图像，而且安全性好，它灵敏度高，能早期的发现病灶。这台设备国内首台就落在广州平安健康检测中心。搞定，过几天就可以拿到一份专业的体检报告了，报告一对一解读，而且还有专属定制健康管理服务，怎样，你还满意吗？那今年体检就定在平安健康检测中心，我给周总汇报下。该习惯了，知道吗？